美食，这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，是来向阳市少吉宫。我也佩服这个名字。五个人要几只啊？一只就够了。再点点别的是吧？你再点别的菜，对。别的还有啥给我们推荐一下呗？我们店里的特色菜鱼要不要吃？哪个鱼？鱼有个糍粑鱼和烧炸鱼。可以啊，来一个这个。糍粑鱼是麻辣味的。嗯。然后。就是咱们加上特色吗？嗯，对。今天感谢这个参谋探店，请我们吃饭。还有什么？就是素菜。素菜，叶子菜的话，现在有南瓜腌、空心菜、红薯叶、小白菜、娃娃菜。有没有这个藕尖啊？藕尖没有，有藕片，但是藕不太。还有什么？在做直播吗？干炕小土豆是小的那种吗？对，给来个这个吧，宝康小土豆。这是我们从来没吃过的，在安徽、江苏、山东没吃过的。这边没有的菜哈。嗯。哎，你们那边是不吃那些什么南瓜尖儿啊什么？什么都吃，是呀，南瓜叶子好吃的。南瓜尖，哦、对，我知道，也吃也吃。什么红薯尖儿啊？红薯尖儿、南瓜尖、空心菜。还有啥特色菜？石锅粉条。就之前的蚂蚁上树。点点个小白菜、娃娃菜、大白菜、丝瓜、苦瓜。点个南瓜尖儿吧。湖北酒。今天感谢馋猫探店，这个请我们吃地方特色少吉宫。你手机拿上吧。挺亮的，这是头条大卫给我打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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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馋猫今天的设计款待。今天我们请。大叔，我们下什么？挑战一点点。酸酱面，好像是早都妈没吃过。现在酸酱面。啊，就在这里，这个。哦，这家酸酱，这是我们家腌酸菜的这家是吧？对。我解释一下。老板，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汤？这个。我解释一下。嗯。这个东西用芹菜连面汤，啊，经过发酵形成。哦，这酸汤面，对。我看这个酸汤面，也就这个，只有湖北襄阳才有，其他地方我是没吃过，整体呢我没有见过什么。这个咋说呢？各有各特色嘛。啊，各有各特色。对，各有各特色。而且牛肉面它用的是碱面。哦。烤鲜也吃不惯这个碱面，咱这个用的是鲜面条啊。哦。啊。鲜面条。汁子哦，还有这个好汁的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是猪油跟大葱。哦。哦，你看啊，恶心。发展成了啊。哦。这个是还要放吗？那个是垫到碗底。这个垫在碗底。啊，小咸菜。对。好，估计这个口感好。嗯，酸酸的，这个味道好的，这个真是我第一次吃的。
喝完酒之后吃。不用这口感好，这喜酒。对。味道好，还有小咸菜。这种跟襄阳牛肉面又是一种特色。他们今天刚来，刚吃了襄阳牛腩面。味道好，味道好。这个对，一般都是吃完那个卤菜，喝完酒了。这个口感还不错。不过这个对于我们那个农村那个定远县城来讲不行的，这个我们要吃货仔，要吃牛肉，要吃猪大肠、大肠面的。对于喝酒人讲，这味道是不错，有经验。是啊，就喝完酒吃。